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陈维善，今年10岁，我会三种乐器，弹钢琴、打鼓和吉他。去年我在后面打鼓没有拍到我，所以今年我要站在前面唱歌。Let it go, let it go, can't hold it back anymore. 这次我要唱 Let it go, 因为这首歌很有爆发力。这首歌最难是在那个 standing frozen in the light of change.老师说，如果唱不到的话，就用喊。Let it go, let it go. 以前练琴的时候练到哭，因为压力很大，自弹自唱很难，因为要记钢琴的谱，还要记歌词。很喜欢上舞台，上舞台的感觉很舒服和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心怡，我今年8岁，我的爱好是跳舞和画画，我会跳拉丁舞和芭蕾舞。我最喜欢拉丁舞，因为拉丁舞比较华丽，服装比较美。我拉丁舞学了3年，我的斗牛舞最难的是手要弯，你要转出去，然后这边的手要直，也要转出去。跳拉丁舞时常要转圆圈，转圆圈不可以看地上，要看直线，不然会跌倒。跳斗牛舞的表情是这样，不可以笑的。拉丁舞最难的是 Rumba Walk 和 Samba 和 Jive 要弹跳，我一个礼拜练4天。我最不喜欢的是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，因为放学回来都要做功课，很忙又很累。虽然跳舞很辛苦，但是我还继续跳下去，因为我很喜欢跳舞。